家是寒夜中的一碗热汤，家是宽容的拥抱，是谅解的安慰，家是柴米油盐，是酸甜苦辣，家也是一本难念的经。我们很幸运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，因为这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宝岛。让我们互相尊重，帮助同志成家，让孩子不被霸凌，平安长大。请你用爱支持婚姻平权，让每个关爱的人都有幸福的权利。呼吁大家，提醒大家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一天回到你的户籍地，投下神圣的一票，然后呢帮助真正的帮助的同志朋友们，然后为了我们的身边你最心爱的人，你的朋友，还有你最心爱的孩子。